一些摄像机后无意露出的话外音。Round one， 这一天是笑老师和女演员的戏份。发生了啥情况？这段拍摄是7月2号，看来只要是和别人的戏份花絮，老师都操碎了心。Round two， 你干什么？好意思吧？走吧。Round three， 你可以休息，算了。啊，可以啊。在干嘛？当然是在配合那位美美摆拍啊。你姐姐要让她有活动，就只能致敬吗？跳就跳，还要拉着人家的剑，加油！